说一说你在外地别人对扬州的误解。扬州的，你们那里是不是真有2500年历史？你们那里的人是不是天天吃扬州炒饭？你们那里是不是属于江南？你们那里是不是美女很多？你们那里的三把刀是不是卖刀的？你们那里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是不是阳历三月？你们那里的生活成本是不是很高？你们那里爬山是不是只能去蜀冈？